海拔约10500英尺，林线，有一名女性登山客因不慎跌落，造成小腿骨折。为考量啊整体的救援安全，以及争取时效啊，机组决定在周边保持11000英尺实施待命，并且啊持续观察天后的状况，把握救援的时间，即刻进入目标区实施救援行动。